躲那么阴险的地方。他还在那边呢。好，我死了。哎，我的花变黑了，要死我。那边的兰花，啊，算了。居然没有给半个玫瑰，哎呦，要死了！他到底把娃娃改成怎样啊？好可怕哦，好像把整个娃娃改成一个人。太可怕了 ！OK， 猪鼻子。哦，我听到，我听到，现在在这里。从这压的话，另外一边就会上升嘛。对呀。可是要怎么去另外一边？时间根本来不及。对啊，时间来不及，这边要放。哎，先往高。哦，下降，下降。我也许可以这样子过关。哦耶！我要学这些东西，越来越奇怪。这个大脑袋可以打吗？不要想太多。三只小老鼠，我们再奢求一点，有没有玫瑰？好可怕！这过关，可怕的地方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好好的看准时间，真的会死。先看准一下，下来了，他中间就下来了，好，先站中间，然后左边就是下来 ，OK。耶，越来越可怕了，要说，现在连横面都有了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要错。现在这要怎么办？好多蜡烛哦，要修哦，快快逃啊！咪咪啊，救命！拯救仙境就是拯救自己，确定？没有，这对爱丽丝才对。太可怕了，快酸了！在哪里啊？鸟的心脏，什么东西啊？好恶哦、喔、！My God！ 哎、欸，这个一定要站在上面，然后算准时间。哦，好险，好险！我怎么好像又来到一个很完全很难讲的一种地方？这个地方居然可以绕成这样，
哦，天上掉下的屎，还有哪里？哎呦！要求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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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可怕了！哎呦，哎，听这个声就知道。哎呦，这只比较可爱，才怪！噔噔噔噔噔，喂，快逃！见了，看不见了。先解决这些小怪。哦，妖秀来了！哦，这个是双刀的，这只双刀的。哦，我要先找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攻击你。妖秀，走过来了，走过来了。来、啊。看不见啊！不要喷火了！呵，好，中，想吓死谁？呵。地方居然有电梯，不对，不是电梯，是一个完全，是一个完全，完全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的神秘小东西，一种恐怖的东西，然后又下来一个很恶心的东西，你们认为它像什么？怎么回来这里了？有点变安静了。所以我刚刚是在这些房子的下面，对不对？哇塞 ！Annihilate what threatens to destroy you。哦，超可怕的，天啊！这是叫什么过？从女生的脸颊过去啊！我觉得已经快要开始到结尾了、欸，真的。结尾记得先补血。怎么看不到血量啊？我怎么知道到底补了多少？这边过去有什么？哎呀！还有一关，还有一关，太好了！来增加我的玫瑰吧，最后一个，这样就可以补，又可以多一个玫瑰了。这次要玩什么 ？There's no time to waste. There's no time at all. 应该是要 hold 住这样。哦，存活，对对对对，不要输了。它好像变小嘞，我看到变超小的，再次等它挥刃就好了。喂！哦，他要把他自己伙伴杀掉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哦，还可以再继续。那我相信时间应该会重来吧。哦，好久没觉醒了。弹。哦。呵。
真的好久没觉醒了。嘿，他要把他自己的伙伴杀死，杀死了，杀死了，哈哈。来，请会认。哎呦，太危险了！哎呦，死了啦，讨厌！当然继续啊，讨厌讨厌。我不要出来，我还要再进去一次，反正只是 hold 住大概一分钟吧。静瓦尔的弹药无坚不摧，连他们自己也挡不住。There's no time to wait. 开始了，直接空白键可以直接击死。可以，没有砍到我。哎呦，砍到了。再一刀就死了。他为什么可以站在空中？你开挂哦！时间要到了没？我知道，就先暂时像这样一直逃，一直逃，一直逃。哎，到了没？到了没？我快 hold 不住了呢。过关了，吓死我了！砰的一声，苍蝇就死在地板上了。Camellus, don't dawdle. You've already missed the train. 好啦好啦，我得到了。过关。我到底有没有多一个玫瑰？怎么没有出现一个图片跟我讲？应该是有。如果下面出现一朵新玫瑰，那表示有没有？表示应该还缺一个。奇怪。还是最，这是属于最高生命啊！就已经说它是满，你不能再增加了。这样，好可怕啊！这一看就是又要打斗了。你哦，长条的。现在杀小虫虫，缩小抓不到哦，大家没忘记哦，缩小就抓不到喽。呵，哎呦，要血了，可是他的炮有点难预防，至少都射不过。好险好险，他动作有点变快了。又变小钢炮了，发射！等等等等，快死了！快死了，快死了，阿修！现在的每一只小虫我都感到有点害怕。太可怕了！这个上面那个飞的是什么？好可怕啊，要血哦！被刺到了。
晃过去。哎，才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有点难。我可以直接，我可以就直接在里面吗？我发现这样可以慢慢上升嘞，哎，移动了，移动了。哎，怎么就直接把我带到对面了？哎，上来了，奇怪，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完全不知道我要干嘛？哦，对面的房子是要我过去吗？哦，到得了吗？这根本就不是，这是一个背景而已啊，这只是个背景。那要往哪里过去才对啊？还是走正经路线？哦，原来那颗头也会跟着去移动，就是了。然后再等它上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开始移动了。哦，这里哦，我想要奇怪，这不就是回来的地方吗？哎，怎么换妹妹的屁屁了？要死我！现在几点了？哎呦，1:20哎，我玩的有点久了。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！真是的。嗯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，那么就是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